顶礼拜是台东大水后过了后，这龙潭水利署发现，讲这台东这全国地区灌压的水准提水口，全部拢被大水冲歹去了，啊，烦恼讲这影响到这万东洲。大雨过了后，台东县各溪流的大水已经提起，不过避难溪沿线的全国地区灌溉水准，包括地上大圳、关山大圳、避难大圳等的出水口拢被冲坏，影响灌溉，有部分日期流作的水田已经打起。阿伯厂外农民只好家己想办法用抽水马达抽水灌溉，才能赶在这个礼拜前插完百家产的芋仔，那无会影响收成。我的水是用那个抽水机，用水井打的。然后一天发电机，我们像租一天发电机也要2000块啊，然后一天油钱就要吃3000多了。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表示，这一波大水雨将整个台东的灌溉水准出水口破坏，有的冻水土体被冲掉，有的是水道改变，原有的水道被沙石塞住，不过目前已经在抢修，已经有部分水准会当入水，不过最严重的可能要再等半个月才会当修好。15号左右可以池上、关山都可以进水。那路也大概是这个时间，那会比较困难点的，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在北南上进的部分。农民种的立基稻作目前等的发酵生长，最近拢需要水分甲肥料。农民讲，即马灌溉水准和大水冲坏，天气开始烧热，上歹拍算就是家己想办法找水源，提供水稻生长需要的水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